感谢一路以来支持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生活的伙伴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让我更相信自己。台湾的美，不管是风土民情还是多元的文化，都希望把台湾推向国际的舞台，让更多人看见。接下来七号黄宇涛，27岁；21号陈义灿，29岁。当我当上台湾先生之后，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感谢所有支持、帮助过我的人，然后好好的休息、放松一下，安排一个庆功宴犒赏这一趟美妙旅程的伙伴们。Oh!
第六位，二十一号。
陈立灿。我们再次。